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，漂洋过海的来看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奋斗荣姐。今天荣姐来到了位于在外暖居三的这个大早市啊。一会儿呢，荣姐带大家看看这个市场的情况啊。这是新下来的炉头蒜，带泥的呢哈。老板，这炉头蒜怎么卖？1块钱斤，新下来的。这身边的大饼子在现场制作。关系收款3元。蒜怎么真溜？这是川西莲，是清火清肺的。这川西莲多少钱？有一副话就是变色的灵光镜。我这十年管你混豆酥。穿短短袖能，清晰度是普通眼镜1.2倍。哎呦我天哪，这是啥耶？刚摆上啊，我们这摊就刚摆，啥都有。那个大短裤10块钱，过瘾的。真是便宜呀、10块钱，10块钱多合适，真便宜。你俩短裤确实是挺便宜啊，是吧？这麻棉的79一件，有上衣，有裤子。今天这家碰着旁边这10块钱一件的，跟那差不多，完了没人了。你说这多好，真便宜。关照去呗，今年的衣服可真好，一会儿就扔了。今天就到这里吧，明天的关注荣姐啊，感谢支持。